Life goes by fast, will it slow down? We got older, where did it go now? You are all I need. 那我们今天呢，又会来拍一个只用国语的影片。那我现在在台北，我就挑战一整天用国语说话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这里吃蛋饼，这个是我的妈妈、我的弟弟、我的爸爸。我今天用普通话来拍。好了，没有问题。我好像很小，也是 local food， 我在 Google 找到的。有蛋卷，这个是汉堡，还有三文治，后面有很多的地方坐，是那个烧肉蛋卷，很巧啊，但是这里呢一定要每人点一杯饮料，就算你有食物还要点，这个是所以呢我是点了豆浆，这是最便宜的蛋卷烧肉三文治。但你觉得它好吃过平时的蛋饼？前面太大块了，很饱，很正，这边的油炸饼好吃一个，挺好吃，一份上就是这么大的。这个是汉堡，不错，很大。我们现在去吃凉面，因为刚才那个还好，我觉得不值得去，不便宜，然后那个分量很小，又不太好吃。我们上一次去吃那个永和豆浆，很便宜的蛋饼还比较好吃。这是蛋饼。嗯嗯。嗯。没有。妈妈。是啊。你要排那么回事？排那么回事？是这个地区比较贵，所以去东西也比较贵。是吧？是。现在会去这个陈家凉面，它是开放24小时的。啊，这样啊，来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这个是凉面。我们来到这一家，因为它是24小时开的，其他的开放时间都是很晚，然后早上就关了。很好吃，所以我们叫多了两个。贡丸汤，我们要来买这个凤梨酥，就是这一间。每一次来都很多人排队，上一次 check 也是很不高兴，有人不开心。好啊。好，我哋买咗好多凤梨酥。那我们呢？现在又在101了。然后我们会拿这个 pass， 因为我就会带我们的家人去 Google。他特地浇了头，穿了很好的鞋子，带了卡片，新年的装饰，好没有？装饰。Amy Wong， Amy Step， Amy's Mommy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来到了浪浪别哭。有很多猫还有狗的，好得意啊！哎呀，姐姐，这里呢有狗还有猫，你可以领养，很好。然后吃东西付的钱，他们还会捐去那些狗狗的地方。哎呀，好得意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带狗，有猫猫，佢好似唔系好中意你，佢中意。的猫还有狗都是分开的，然后全部都是流浪，然后他们捡回来在这里住。Brownie， 佢有啊，佢嗰个山香蕉果酸正，水果蜂。哎呀，我见到水果好开心啊！我要食水果果树。系啊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不知道怎么读东分，然后吃这个很多肉的日本的饭，要吃什么？牛舌饭，哇，小的还这么大，不错啊。猪排，哇，这个看起来很棒。我有点呕，这个冇食噶啦。哇，正。试下一个牛舌先。好食噶，好正啊。牛舌都好味喎。唔错。
嗯，那么好，嗯，喝了几个。我带爸爸来到这个好鸡蛋仔，因为他想吃。哇，好酷哦！先点餐是假的，但是很像是真的。哇，吃这个传统的，一个还没烟熏鸡。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。都哪样呀？这鸡肉有没有？豆腐、菜。啊，这样啊，这样。乌仔。好味啊！我就觉得那个很辣啊。Tomorrow。现在在温州大馄饨，这些是自己拿的，冷的。好味啊！好味。有炸酱面。馄饨面、红油抄手，是那个炸酱面先。还可以吧。要喝果汁健康一点，吃了太多不健康。老冰，好冇人啊？个汁好浓。冇水，冇水，好正嘅。佢话原汁啊嘛，佢有写。排队嘅嘢都系好嘅啫。好，我们来吃麻油面线，麻油鸡，我最喜欢的麻油面线，爸爸教的没有味道的面线，耶，好味啊，有冇面饼？系咪好食啊？系啊，仲以为阿爸个冇味添，好食啊，好香，阿爸嗰种好食，食晒食晒，超好吃，最后一餐。又可以来吃卤肉饭、烘肉。我的爸爸妈妈要买这么多包回乡。